哇，觸目驚心啊，簡直係無法無天啊！唉，以前立法會冇實用性，都仲有個建築外形啊，家陣連個殼都冇埋，真係咩都現曬形啦！呢啲暴徒竟然放過本大帥個畫像，真係太過分啦！唔識貨啊！大帥，你話卑職擦鞋都要講噶啦。今日代表大帥在民眾的心目中有好好的形象咯，好像曾主席話齋，畫像冇被人破壞，會被人懷疑是內鬼嚟噶嘛？本大帥辛苦經營，原來仲係得不到暴徒的認同啊！大帥啊，你今次是不是真的稱呼做暴徒噶？你唔好轉頭又改口供咧，俾只雞唔切噶噃。梗係暴徒啦，外國勢力煽動，直情同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有得揮。啊，大帥啊，又唔啱喎。英法聯軍入到圓明園，搶走曬啲文物，一毫子都冇留低。但係你睇呢批暴徒入到嚟保護文物噶，仲留低咗幾廿蚊咧買汽水添啊！咁咪似五四嗰啲學生咯，同政府意見不合就火燒趙家樓，仲唔係暴徒？又唔得喎！家姐本本教科書都話五四嗰啲學生係愛國行為，冇話佢哋暴力㗎。燒咗棟大樓都唔係暴力，咩教科書嚟㗎？燒咗佢啦！啊，大帥。不如話佢哋似六七暴動啊，都係同政府傾唔掂數，然後就喺個建築物嗰啲外牆度寫嗰啲咧啲政治口號啊！你同我道歉啊！當年六七又炸彈又放火，先勉強得到暴徒嘅稱號啫。家陣呢批僆仔打爛幾塊玻璃，又話係暴徒，佢哋配咩？大帥英明，如果佢哋係暴徒嘅話，幾年之後咪又要頒個大紫荊勳章俾佢哋，益咗佢啦。徐副官，火器啲士氣點啊？啊！他哋最近收到很多社團送的果籃啊，補充了很多糖分，精神好好。咁我哋請翻嚟嘅前輩歌手，佢哋喜歡嘛？喜歡。不過咧，咁啱啲歌手咧，最近都會喺大陸度開演唱會，夥計好想支持，但係冇時間，所以好可惜。咁夥計，你唔理解嗰一次突然間叫佢哋撤退嘅安排呢？唔係幾理解啊！啲夥計仲問我，如果咧有人打劫金鋪。那些夥計是不是一樣齋望住他們搭個櫥窗，然後等他們就嚟衝入金鋪的時候就撤退咁呢？徐副官，你告訴那些夥計聽，有時撤退才是最好的進攻嚟嘅。而家嘅特區政府已經唔係香港人所願意去所承認，立法會選舉制度更加冇辦法去表達民意，尤其功能組別更加甚，淪為政治工具。所以我哋不得不進行各種嘅不合作運動、佔領運動，乃至今日嘅立法會佔領運動。我對天都是一再呼喊，從無回覆一下，也許他根本當凡人是個笑話。你覺得你自己有冇責任咧？令到今日嘅暴力事件，三個年輕人自殺，你聽到？你有冇聽到年輕人？點解咁多日都唔回應咧？我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置，會唔會落地獄？點解？我哋而家。是非常之傷心，亦都好震驚咧。就係、是、有人選擇咗用一個咁暴力，呢、這個對於我哋社會去尋找一個共識嚟到處理大家嘅關心嘅問題咧，係完全係冇幫助。想天天笑容燦爛，可惜世情。贊成嘅委員請舉手。當中喜與怒，翻嚟嘅一個，翻嚟嘅一個。令人心寒的暴徒行為。表決結果之前咧，請大家核對表決結果。結果是通過的。我是無權為你監視。人稱民的暴力發生在我哋莊嚴的立法會，是令到香港蒙羞。反對三個議事規則。抱着雪花，我也心，今生。
啲暴力嘅行為咧，我係予以最嚴厲嘅譴責。難道你都感到害怕？我希望大家唔好淨係睇到幾塊玻璃嘅破裂，睇到一啲死物嘅損毀，而睇唔到呢個立法會嘅制度其實不斷都係受損。慘，偏偏罪人漂亮，偏偏攤為官子。你哋驚唔驚入到嚟係出唔翻去？個個都好驚，但係仲驚聽見見到人哋四個。淚光閃得明亮，亦可教人堅守，勝過自彈自唱。我哋好抱歉，立法會搗亂咗，但係我哋唔係暴徒。而是一群熱愛香港、不忍心見到香港墮落的香港人。我們可以不贊成他們的做法，但是他是跟我們一條路的，我們不可以跟他們分割。我也想今生不再哭泣，若要是都不怕，再多悲壯仍笑一笑吧。警方话，就七月一号朝早喺立法会大楼一带，一名性欢嫁本地男子同时涉及六月二十一号包围警察总部，以及七月一号晚上冲击及强行。整爛一張相，整爛三張相都冇所謂。期間我哋冇退縮，冇退縮，冇退縮。局勢咁緊張，有啲温馨提示俾各位市民。覺得攰就唞唞啦，你唔係特首，唔使賴死唔走噶。珍惜自己嘅生命，玻璃爛咗可以修補，生命係冇 take two 噶。唔好以為可以感動你嘅對手啊，佢哋見到國旗先會流淚嘅啫。出街唔好帶危險物品啊，譬如第一步毒藥咁啊。K 仔白粉嗰啲啊？係哮喘噴霧啊。嗯，咁亦都唔可以咧攜帶致癌物質傷害他人身體。核輻射是薯片、燒味和煙仔、啊、如果真的情緒很低落的話，就找一些信得過的輔導機構談談。有些輔導機構形跡可疑，可能會哄你說話，然後借機收集證據來告你。所以你要找一些有信用的機構談吐心事，譬如監警會。蛤？跟監警會談心事有什麼好呢？你的心聲會成為督背脊的證據的。日日夜夜路上密密遇见班细路，外面入边上边下边问我点去做，老细要见我衰咗咩？可否透露？你态度独自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愤怒，烈日下边又像特别为我封晒路，到处去碰到处去吐，满满心惊叔叔太老。畜生！畜生！你嘅影佢你将到老夫。出手好恐刀，要掟去马路。唔夹白，我听唔明。摄机也叫阿伯米爆粗，你多入罗网，我却在网外看。警队速收档，你发誓四处喷我面部极核突，心中创伤。我渐渐迷惘，老细又扮能干，三笑先开档，扮晒心中激荡。你扮惊，佢扮惊，我扮惊，边个以上？咪住，做便衣翻工件衫都咁大个 number， 实认得你啦。带埋个水刮同雪糕筒就安全啦。
我哋呼吁示威者马上离开，否则警方武力解决。咪住，录影点可以带标噶？除咗标，咁嗰段片咪任何时间用都得咯。哇！唔搞错，用化学剂。咪住，点可以净系戴防毒面罩同埋着短袖衫噶？要学对方咁包住保鲜纸，咪安全咯。執勤事小，安全事大。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亦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香港，我们共同的家，今日存在一些颇严重的撕裂。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补撕裂，解开鬱结，团结大家向前。你和那时那天分手，你履行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种在眼睛一个，直到永久抹不走。近月发生的事令市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矛盾和纷争，亦都令我彻底明白，作为从政者不时都要警醒自己，要准确掌握民情。怎样才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没有方法。你说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白，问题是我现在很不开心啊。有时你还觉得温馨，我对于这个地方很开心。没有行过便更加讽刺，掠过半生冷清静。我承诺作为行政长官，我有责任找出事情的症结，找出事情的症结，更宏观的为香港谋划出路，谋划出路。将突然忘掉尊姓大名，却记得他教你差点丧命。是创伤太重，或觉悟太轻，使你不懂释放面对的根性。其实呢，放胆去爱很犀利。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这么闷？因为十居其九都是肯学就识的事。放胆去爱不同，放胆去爱是学不来的，不是人人得的，而你竟然识了。穿山水上再喝下水，谁曾无见不出摧毁的废墟，一早便做了满山清脆，敏感住不旁边，不知你装着心碎，若旧梦不堪追，就别问那谁，从何时你学会洒脱。我都识了，可不可以放手了？他怎伤害你，宣布林郑月娥女士当选。败破折一生之旅，功德圆满方可爱下去，大笑归去。我和特区政府一定会加倍努力，让大家重拾信心，让香港重新出发。多谢大家。安全啊，可以出嚟啦！暴徒啊，真系暴徒啊！
将咁庄严嘅地方搞成咁样，你话啦，点开会啊？太后啊，你真系要快啲揾个地方咧，等大家开会啦。哎，不如咁啊，去中联办度开会啊。啊，好提议噃。有咩決定唔到可以當面問啊嘛，唔使驚估錯搞到咧西環炸營。又或者咧，我哋可以去深圳開會。九七嗰陣時咧，臨時立法會都喺上面開噶嘛，啱曬而家呢一個臨時嘅立法會啦。朱浩子，我問你啦，我而家俾足面咧，話要同大學生開會，佢哋竟然係拒絕，真係唉，九唔搭八啊！太后啊，你係都要閉門會議，仲衰過嗰陣時雨傘運動咧，你同啲學生公開見面，人哋梗係唔制啦。我係母親嚟噶嘛，教仔梗係要閂埋門啦。太后啊，有人話咧，佢哋咁激進係因為咧戴咗面罩啊，所以就會失控啊。我都覺喎。一戴咗面罩咧，有啲連 number 都冇嘅，揾唔到身份，做咩都唔使負責啦。誒，太后，人哋講緊嗰啲示威者戴咗面罩咧，就會容易激動啊。誒，又有人話咧，係同嗰個教育問題有關嘅。我依家又認同啦，要自細咧教育佢哋聽多啲校長同埋 B 哥哥嘅歌啊嘛，唔好聽咁多明哥同阿 Danny 姐嗰啲歌啊。唔係啊，太后，人哋係講緊通識教育啊。董伯伯都自己認錯咧，哎呀，我計漏咗咧通識呢一著，令到學生變得激進啊。你都攞嚟講嘅，不如賴體育科訓練到啲學生咁好體能去衝擊，取消埋佢好唔好？唔俾啲學生讀書唔識字，就最和平啦。太后，如果咁嘅，得翻一個原因嘅啫，就係呢塊嘢啦。玻璃。你的意思是呢，立法會門口裝了玻璃很容易打爛，引誘了他們去犯罪？不是玻璃，是鏡來的，鏡裡面的人就是令到他們那麼激進咯。Today we come together as one nation with this very special salute to America. Our nation is stronger toda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It is its strongest now.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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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漫天廣告版種出了購物習慣，無時間去看星，失焦人口蔓延，大舉放棄議員。特朗普到依家一定係只有連任呢個目標係最重要嘅，無論係內政又好，外交又好，而連任就鞏固特朗普自己嘅粉絲同支持者嘅。咁特朗普個粉絲咧支持特朗普以美國優先，咁啊支持喺美國同墨西哥之間邊境起伏圍牆擋住啲非法移民嘅係，咁所以你話啲墨西哥移民嘅慘況對於呢班特朗普嘅支持者嚟講咧，未必話咁大嘅政治反感嘅。美國國慶同埋中國嘅國慶有啲唔一樣嘅，閱兵咧似乎就唔係傳統嚟嘅係。但係點都好啦，美軍同埋閱兵咧，都係可以凝聚到美國一啲嘅愛國心嘅係。咁呢個行動，尤其是對於特朗普自己班粉絲嚟講，唔中意外人嚟令到美國烏煙瘴氣嘅民眾咧，會比較有作用嘅會係。最初多痛心，遠方有難民如你，開始現實。曾痛斥失志的戴上往校园射击，渐渐也会失忆。美国国内的民情其实都有些对立的，尤其是早前一对妇女过河的时候殉难，是令到舆论都很大反应的。但特朗普起美墨围墙的决心都很大的，不惜让联邦政府停摆，都要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咧，你俾錢我起個圍牆，甚至想動員緊急狀態令。當然最新就係美國聯邦法院話特朗普唔可以用國防嘅資金去起圍牆啦。咁所以對於非法移民、無證移民比較嚴厲啲嘅政策咧，都唔會點改變。即使風難，你站在那地。北韓咧就應該唔會咁容易放棄佢手上嘅王牌，即係核
武器的發展嘅啦，會面有一個效果就係、是、吸引曬原本擺喺 G20 峰會的注意力嘅係，其實 G20 峰會咁站在美國嚟講，特朗普傾咗啲咩翻嚟咧？第一就係、是、唔會再對華增加關税，第二就係話喺外界得到消息就係話以華為方面受到嘅制裁可以檢討一下，同埋中國會買多啲美國嘅產品咁。但係呢啲消息似乎咧都未必可以令到特朗普就話我贏咗啦，我又咁樣贏咗啦啊呢、這個咁嘅狀態嘅。Thank you.